の話今はそんな気分じゃないんだ。届いた手紙には何も書いてないけど、わかった。1年前の話持ち出したら、足音は全て聞こえる。臆病者って言えば、テレビを消したみたいに。また大人になったって思った。はい、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はい、ありがとう、タロン君。はじめまして、どうもよろしく。私はショウさんです。ショウさん、はいはいはい。ウホティアボですか？
后天的事。哦，后天婆下吹的ですね。谢谢。哦，原来是雅文呐。是的。哎呀，这个今天唱这个日本歌唱的这么好听。好听吗？我刚刚在一旁看，我以为是有日本的歌手来，哎，结果是你呀，对。是是是。这歌真的唱的很好哎。嗯。为什么今天选这一首歌？这首歌呢，其实是一个日本的团体，叫做《羊毛与千叶花》。那这个团体呢，它是这首歌是他们写的，然后。当时呢，日本3.11地震发生的时候，是那因为我们台湾呢，真的很多很善良、很善心的人，然后帮忙救灾，然后捐了非常多的善款给日本，所以呢，羊毛与千叶花这个团体就代表日本，然后想要写一首歌来谢谢我们台湾人，就写出了这首歌。哦，所以是他们算是回馈给我们的一种祝福就对了，很棒也很温馨哦。是，如果说到3.11地震那个时候呢，我记得那一天我好像也在棚内录影，然后就看到那个旁边的电视，然后就说还有甚至有说什么海啸也会冲到我们台湾这边来。对对，你就看到就觉得很可怕，对不对？有，因为那时候那个新闻媒体一直在报，对，然后你走哪里都会看到那些新闻，然后其实很多画面包括网络上对也会有很多人家转播的影片，对，然后其实那种海啸啊就这样哗这样子，然后房子都没了，然后我觉得其实人生真的很无常，很无常，对，对，所以要把握当下。当然啦，我们说到地震呢，台湾人也是非常的能够感同身受哦。对，没错。但是日本3.11地震是非常不同，它是截然不同的，它引发了海啸，然后还有核电厂爆炸的辐射外泄，所以它是一个复合式的灾难。没错。对，那在这一场灾难里面呢，我们今天能够邀请到一位在这灾难之中，他投入非常深入的投入这个救灾的工作。他不但没有被吓跑，反而立马前往日本去救灾。对对 对， 对，这位师兄的大名叫做陈金发师兄。所以代表说今天我们有贵客要来，当然对不对？当然，对，贵客要来的话，我们好像没有准备茶。我去准备，我去泡茶。哎呀，对对对，那我去泡那个咖啡好了。咖啡是不是？今天吃，今天喝咖啡不是吃咖啡，吃咖啡喝甜食。对，我们等一下就请那个我们的师兄好好的享受我们的茶点，然后我们来听他的故事。好。哎，师伯，请喝茶。我们今天很难得能够邀请到我们的陈金发师兄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陈金发师兄是我们慈济日本分会的督导，所以他你也应该是常常从台湾啊、日本这样飞来飞去，那应该也很了解当地日本的文化。是。那听说当时日本3.11地震发生的时候，我们的师兄就是立刻不到24小时之内。马上飞往日本去赈灾，那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当时你所看到的那些情况是怎么样的？那个时候我到了东京，其实感觉是一片的萧条，很多地方没有电，没有电，而且那个时候对这车辆的管制已经开始管制，所以我到达东京的时候，可以说整条我们分会的门口那条街道是蛮宽的，它是6线道的，蛮宽的。但是可以说整条马路没有车子走，几乎都是人潮走来走去，走来走去，因为他们要下班，因为没办法上班，那去到了上班以后又要回家，可是电车又没有开，没有电车。那日本人在这个没有电车的话，他们上下班就非常的困难，很多人就不知道怎么样回到家里去。那我那个时候就请我们日本分会的师兄姐开放我们一楼的，我们那个地方有个叫茶轩，开放让所有路过的人可以到我们的分会来稍微休息一下，我们也准备了一些茶水啊，甚至让他们用洗手间。当地有很多日本人就非常感动，那个时候我就跟日本分会的师兄姐，我就跟他们说，现在余震不断了，那个时候我们去的时候几乎每个小时都在震，都在余震吗？都在余震，而且大大小小，只是感觉一直在摇，但多大其实我们也并不是很清楚。我就是告诉日本分会的师兄姐们说，我们赶快用电话往灾区里面打。那对方的志工中心的这个救援单位的负责人听到我们可以去煮热食给他们吃饭吃的时候，他就回了一句，我们这里没电没水没瓦斯，甚至我们也没有材料，那你们来煮，那你们要煮什么给我们吃？我们师兄就跟他讲，只要我们可以见个面，那再谈，
所有的物资我们可以从东京带去，那对方当然也是一个礼貌性的一个回话，好吧，那我们就约明天中午，那明天中午就是16号，我在16号的早上一大早很早，我们大概6点多出发，天一亮我们就走，结果高速公路interchange一上去，就看到几位警察在那把我们拦下，就封锁了，封锁过去，警察就告诉我们，你们要去哪里？我说我们要去赤城县的哪里？他说整个高速公路现在是封锁了，你们过不去，你们还是去走这个那个一般的道路。嗯，我们就跟他说，一般道路也封锁，那你说我们不去怎么办呢？更何况我们已经跟大喜町的救灾中心的某某科长已经联络上了。警察听了以后觉得很奇怪，你们联络上了，那你们是哪个单位？我们就告诉他们，我们从台湾来的，实际啊是一个国际救灾人道团体。他说这样子好了，我给你们一张紧急通行证。哦，这张紧急通行证你可以开，但是开到不能开，万一路段或什么，你们就自己想办法。就因为这张紧急通行证，可以说救了我一条命。王牌，因为这一张。灾区都可以去以外，加油站只要看到这一张，是不必排队优先加油，可以加满打。太好了，所以我们去回都没有问题。所以主这人的是安内心啊，就是真的常常为了要去救助别人，却就忘记自己其实也是身陷危险之中。但是这也是一个精神，就是说有时候灾民看到你这样子，他会觉得非常的感动，这也是带给他们重新站起来的一个勇气跟力量。对，只要有心中有爱，就是这是一个很大的力量。没有错。是谁被遮住了阳光，能打开另一扇窗？是谁挥着受伤的翅膀，也能越过海洋？是谁被蒙住了双眼，依然看得见希望？是谁面对人情的冷暖，还是选择原谅？黑暗中只要一盏灯，就能把四周照亮。休息一下一下，你会发现心情更宽广。我的路是选择原谅，黑暗中只要一盏灯，就能把四周照亮。休息一下一下，你会发现心情更宽广。我的路不平坦，纵然还有一点难，我的泪混着汗水。
师兄，我想问一下，就是当时我们除了煮东西给他们吃，然后发放物资，听说还有发了所谓的这个健舞巾，这个是师兄今天带来的。那健舞巾应该就是我们台湾所谓的抚恤巾，是不是？对，做得很漂亮。对呀、啊，对啊，超精致的，这个我觉得很用心，上人真的很用心。那听说我们在发放这个健舞巾的时候，是不是有一段非常艰困的过程？那分享一下这样。就刚才谈到我们发放物资以后，其实日本这么富裕的国家，他们平常这个对大灾难的这种掩面，而且一有灾难，邻近的乡镇都要来救援，其实他们做得很好。所以真正的我们去发放物资的时候，到了很多个地方，他们都告诉我们物资其实是不缺的。那么当我回到东京再向上人报告的时候，他上人说，那你就找想办法跟中央的政府来协调，他说你只要日本愿意提供土地，实际可以很快的时间跳过组合屋盖永久屋给这些受灾的乡亲。那当然上人的这个任务交代下来以后，就到处去找关系，向中央救灾大臣来报告我们实际想来做什么。就很幸运的能够联络上他们当时的救灾蝗灾的一个副大臣，叫平野达南，他们一个副大臣呢，他说当地呢现在整个海边的土地全部被海啸蹂躏过了，旧地我们不再重建，但是现在因为国土法我们找不到土地，所以日本现在是有能力盖永久屋，也有能力盖组合屋，但是现在现阶段老百姓最需要的是现金。当我向上人报告的时候，上人说好，那我们就去发放这个健舞巾，就是这样子来的。这样来的，所以这个前后大概我们一共发放了多少的健舞巾？我们总共发放了97,000户左右，总共付出了51亿日币。哇，51亿耶！很多人拿到这个钱以后，感动，很感动。一离开这个现场，我们看到很多人拿到这个健舞巾，对空对着天一直拜，口中喃喃自语。我们的师兄姐就去关怀一下，您到底这些钱怎么用啊？这些对你们的意义怎么样啊？太多人告诉我们，他们要拿这些钱去买那个神主的牌。哦，第一件事是，因为他们家全部冲走了，他们家变成平地了，他们在组合屋里面身上也没有一毛钱，他们对他们的亲戚，他们的家人可能罹难，对，他们连现金去买一个纪念他的那个牌位都没有，我们听得很感动。拿到第一笔钱就是去买亲人的神主牌，对，很多人这么说。对，你今天也真的听到了很多的故事，很感动，也让我们知道说呢，其实这一份爱，只要我们随时抱着一个感恩的心，你每个人都能够当一个闻声救苦的菩萨。对，虽然就是过程呢，难免很伤痛，对，但是就是像师兄说的，我们只要有爱，可以克服所有的困难。像一颗尘土，有谁看出我的脆弱？我来自何方？我情关何处？谁在下一刻呼唤我？天地虽宽，这条路却难走，我看遍这人间坎坷辛苦，我还有多少爱，我还有多少泪，要苍天知道我不认输。感恩的心，感谢感谢命运。
像一颗尘土，有谁看出我的脆弱？我来自何方？我情关何处？谁在下一刻呼唤我？天地虽宽，这条路却难走。我看遍这人间坎坷辛苦，我还有多少爱，我还有多少泪，要苍天知道我不认输。感恩的心，感谢真的听到很多感动的故事，对，然后也非常感谢呢师兄来跟我们分享，感恩。那也谢谢呢我们陈怡婷，然后还有曾伟忠，他们我们精彩的演唱。是的，传唱年年，感恩大家的收看，我们下周再见。